这件啊，保暖好看又百搭，有没有看到我身上的黑色？它是这边是黑，这边是白，这边是灰加黑，这边是黑加卡其色。我觉得它的版型跟整体穿起来非常的纤细。还有呢，千鸟格是每年都不会退流行的。还有呢，它呢做了这个撞色的边，我最喜欢了。V 领也有，下摆也有，手袖也有。再来呢，它一样是 L 号都可以穿。它是一件可以保暖的毛衣，短短的毛，短短的毛，超级卡哇伊的。它本身就是做很漂亮的 V。V 领哦，微微的 V 领，如果你是要单纯拍照一下的话，它是可以微拉斜领的，它的长度很棒，你穿下去你完全不用说啊，我要不要扎衣服啊，我要不要干嘛，不用，你很轻松的把它顺摆的放下来，我觉得身材比例就非常的好。这个啊，我跟大家说，它就是一个奶茶色，所以白色也确实提亮了很多，所以呢，白色一样，你如果要加牛仔类的外套，或者是要偏驼色的外套，我觉得把它加上去也都非常好看。再给大家看一次颜色，有白色跟我们的黑色，好，有白色跟我们的黑色哦，超级完美的。